想象中的那个紧张，对吗？又不是独自一个人来，有师兄照着你。对，有师兄在就比较没那么紧张。是，然后之前有听过新加坡粉丝的一些就是反馈的话吗？他们有跟你说一些什么让你至今还是很难忘的？耶！我问你是其中一句吗？对对对。有没有我要嫁给你的？是要。怎么的呀？这个问题，这位妹妹，你的意思是？OK， 他哇，你是新加坡粉丝吗？我是马来西亚。OK， 好，没关系，有病就要医了，说真的。我会去看医生。OK， 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他没有生病，他有一点问题，就是对音乐太执着了。对不对？很爱音乐，很热爱音乐，是，而且也很爱表演哈，演戏、唱歌，样样都 OK。别理他，我们继续讲。啊，别理他，不好意思啦，知道叫我不要理你。不过你知道吗？男生说不理你，就是很爱理你啦。OK， 所以刚才那首歌曲呢，一起说是他自己创作，这首歌曲超嗨的，而且呢充满了青春的气息。这首歌就特别为那个电影所的，是，然后呢我们青春，大家有看过吗？好看吗？那个我的欧阳非凡，你确定是你一个人的吗？好了，把他拖出去，拖他出去，他一个人太过分。我们大家拥有一起的音乐，对不对？哎，是的。那其实来到新加坡，一起对新加坡美食应该是已经尝过了。有。对，然后呢，印象特别深刻的有。印象特别深刻的，海南鸡饭。海南鸡饭。那个沙爹。沙爹 ，OK。那对我们新加坡的语言了解吗？有没有听过说 Singlish 这一回事 ？Singlish。对，我教你。好，你教。OK， 很棒。你可以用新加坡方式来说 ，shock。shock。对，所以你现在用这句话，马上表达你对粉丝的感激。你们很 shock。属于你我的天堂。
Oh.